样的男生对你们来讲会是无敌帅的嘞？其实姐姐你可以先说，你觉得男，我觉得男生的眼睛很重要，就是很会电女生那种男生，我觉得很明显的三个字，李国毅无敌帅。对呀、啊、其实我觉得没有，不是、啊啊、是不是让你想到我知道 MV 那种感觉？没事，不是梁朝伟无敌帅可以吗？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一种。所以眼神放电，每次我说到这样的东西，都会说到他。哇、哦啊，谁叫你是女主角？好啦，那我呢？我比较是女主角，是女主角，女主角，女主角，什么东西？没有啦，就是我喜欢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会煮饭的男生，我觉得是无敌帅，因为是那种感觉很浪漫又贴心，就感觉说、因为其实平常都是女生在煮饭，就很难得看到男生会煮饭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蛮特别的。可是我要跟妹妹说一下，你这样讲不太对哦。会煮饭的男生他可能是厨师，他都在煮给别人吃，回到家根本没有力气煮给你。所以你应该是说会煮饭给你吃的男生吧。对，给你一个人吃。 对, 对, 对，属于我一个人而已。 OK、所以姐姐也不可以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我喜欢的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喜欢一个男生啊、我们都会觉得说他每一个动作都很无敌帅。像说他运动的时候啊，他头发像海带啊，或者是他跌倒啊，就觉得很糗。就每一个糗的动作都会觉得很可爱。对，很可爱。对，就是这就是爱一个人的感觉。对，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，虽然分开的理由。可是你们现在这么年轻会向往吗？向往恋情的出现？向往啊。对啊，就是尤其是姐姐啦，就是又在说我、又在说我，就是拍那只 MV 过，可能会有一种像小鹿乱撞的一些欲望，对。但是毕竟我们还是七岁，还有很多的机会。说不行吧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就是他们说，二十岁过后才能谈恋爱这样子。真的、哇，好严格，我以为十八岁就可以了。希望你们接下来继续加油努力，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喜欢你们。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大家多支持。谢谢。第二张专辑叫做 Twins， 我们是 By Two。OK， 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